这不是冬至吗？不知道哪天出院呢？不知道啊，不知道啊，不晓得呀。人家来人家，他恁恁家给人家直接给接回去，你说不？他打电话我就给他。吃不下去啊，这个生灌呢、啊，一灌他还老吐，不行不行。尿不湿我买完了，都已经往这送了个地道。这位老铁要过来给我送尿不湿啊，三甲，马上下个月就能生成六甲，这个医院，六甲，很厉害的。六甲医院。哎呀，人家要走了，跟人家说那个再见呐，说拜拜吧，杨大狗。走了啊，李宇。拜拜。拜拜所以就只能就是给他灌。够啊，人家够了，你够不了啊！哎，着急了。拜拜，走。哎呦，画画吧。不行啊，小孩肺炎怕引起交叉感染，去不了。人家走了，你着急了啊？哎呀，走，我也带走，走，拜拜，你看。没有，是那个小女孩的，她奶奶回去了，没有人出院，小女孩她奶奶回去了，出院的要明天才能出一个。看这边，是吧？啊，看这里，你看，咦，不给看呢？啊，你不给看吗？啊？
你看，来两个小哥哥。没有的。慢点，别跑，跑就不行啊。你的手啊。这大眼睛跟我真像，大眼睛跟我一个模子刻出来。走，我回来了。走，上去玩吧，走。哎，嗨，哎呀。下周六能出院，下周六指定能出，这个周一点戏没有啊，赏都不用赏了。没事你，没事你，没事你。我今天已经确认过了。公司业务呀，哎，公司业务，哎，你这感受是哪一种？哎，我管那个会计，看会计，公务员同事们带着回来。嗯，对呀。哎呀，这还有两个站，一个站，还有两个小时。你看他有没有老实事儿？喝个奶也不老实，吐奶。还有那个。一会儿喝完了，我一会儿给他阿七给他喂上。我看再喝个水。今天最后一天吃阿奇，最后一天。用这个。啊，对呀，这个和那个啥，差不多，差不多就是弄这个烂脸和啥，这个烂。啊，给你这个，给他拽拽一下。嗯。拽一下，拽一下，这。你在这里。哈哈哈哈哈哈。这边这个阿奇是让连续吃五天，吃五天就不用吃了。但是咱中间停了一天，就等于吃了两天，停一天，再吃两天。嗯，等会儿再喂。今天晚上这个阿奇就算是吐了，还得给他再喂一遍。
你这玩意儿不吃不行，不吃他妈的老好不了。兔崽子好像有多动症，兔崽子。掉下来了，在嘴上。接着喝，喝完它，喝完它来。喝吧。有点卡哟。